们不看别的女的了。我以后指定不看了，我指定从来不抽，我发誓。我给你口子。行，我发誓，如果以后我再看别人，我就死。好看吗？什么玩意儿好看吗？你听我说，我那个，等会儿，不是，我操，好白呀，不是。盘点那些彪悍的东北媳妇，能文能武，一般人真招架不了。那我又没惹你生气，你老冲我发什么火呀？我不是让你暗自安慰我吗？哄哄我吗？不是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不打不骂分得快，你想跟我分手？那不想。人都说了，是不是？人都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的人，是不是证明我最爱你？啊！我要跟别的男的干活，你乐意啊？那我肯定不乐意。我要是天天把什么话都憋在心里，给我火放一发，我把身体憋坏怎么办？啊！你是不是还得给我上医院，给我看病，还得给我花钱？我这不为你着想，为你省钱吗？他们一。你干嘛你？为什么你们男生追到女生之后都变得这么冷淡？你傻呀你？谁考完试还看书？你干嘛？为什么你们女人结了婚都喜欢大人？你考试不及格？怕什么天道轮回？他跑，你干啥去？你怎么净说那屁话呢？这个点我不上班我能干啥去？不上班行不行？你干啥呀？你想说你要养我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自己都要养不活了，你快拉倒吧，别翻身啊，翻身消化的快，咱家没那条件，吃饭挺贵的啊，你躺好了，别把自己饿死。他三，哎呀媳妇，这外面太热了，媳妇给你使的。嗯，老公，你看看这个几号？几号？几号？这运动员是几号？这运动员是几号？我问你几号？他是老婆姐姐了？没有啊。那我给你打电话，咋一个女的接的呢？咋说的？他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没说 sorry 啊。你还他妈找个外国娘呢？他不，我这可录着像了啊！你今天要是敢家暴我，我都起诉你。我都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我自己，我要把你送进监狱里。哎，脱衣服干嘛呀？起诉去，起诉去！不起诉了，不起诉了。下一个。Top 六，王一博。我怎么发现你这一年没有爱好呢？我你不细心观察呀？我这么多年我就不就爱听听音乐，我看看黑丝吗？他是不是哪儿开玩笑？那你也不能。是啊，我就我这种人，我怎么爱听音乐呢？他不七打赢了吧？给你打仗打赢了吧？你这一仗也算没白打。十个人打人家仨人，让你打这样，咋的？一样人三招了啊？不是十个人，八个人。没说你吗？你们前脸多咋说呢？八个人打人仨人，让你打这样。俩打一还嫌他不吧？那我有没有冲动？我说实话，有，但我忍住了，毕竟胆子犯法。你平时照顾稳定，没有镜子又掉了，你瞅你长得跟个癞蛤蟆想不开一样，好意思给别人发自拍？就你这样，你光着膀子追我两公里，我回一次头都算我是流氓。谁给你自信的？你挺大个脑瓜子，好像我买上集买菜拎那个菜货似的，还整个气泡眼。看到我没有冲动，你说话好好说话，不嗓子事了啊？真是癞蛤蟆看青蛙，长得丑玩的话，癞蛤蟆还要你不小心你更累。Top 九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老婆，素质教育的漏网之鱼，晚睡协会常任理事，情侣辩论赛冠军，国家级抬杠运动员，美图秀秀特约摄影师，东北酸甜烤老面宣传大使，中国驰名窝里横。Top 十，他当放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家喝点啤酒，一大桌子人就看你在那哇了哇了，这家煽乎的，不吹牛逼你那嘴起皮呀、啊？干吧，你管他没用的。你大哥是局长，你兄弟搞房地产的，说话他妈连边儿都不着。你们家你不排行老大吗？啊，社会方方面面你都好使，政府大门走平道有事找你，找你干啥呀？你房子都是租的，车是贷款的，媳妇是他妈倒贴的，吃饭你都靠蹭，见酒就没命，大钱挣不来，小钱不急挣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？他不十一，谁亮呢？你是不是晒脸？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你跟谁说话呢？你能别他妈一天给我气儿吧的？你跟谁他妈他妈呢？我连条件道理是不是忘了？我告诉你啊，咱俩能处处，不能处就别他妈处。他不十，也必须上八节我的课，每个月上八节。一个星期上两节，对，是吧？对，你追我的时候天天上呀。他不十三，大家看着没？这个是我媳妇儿，长相也可以吧，身材也可以，
但是只要他一说话，打贵妃啊，干啥呀？他不识字。中午没有阳光啊？老娘们办事就不好。你他妈确定没有那么两个房间？要不然我俩上哪儿待去？打住啊！真没有，有我能不定吗？哥们随便待呗。是，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呢。这么就够大了，去四个点，一会儿赶火车。你躺中间吧。不行啊，我正对不起我媳妇儿啊。你出来旅游都不带你媳妇儿，你还对得起你媳妇儿？那你俩老爷们咋这么磨叽呢？那磨个中间，你俩搁两边。干啥呢？脱衣裳你啊？咔当的拽一下子。那一块儿去的吧，就没在乎过男孩是女孩。咱就有酒一起醉，有老娘们一起醉。现在哪有当女人？别媳妇。他们失误。美女，采访你个问题。采吧。等会儿啊。喂。干啥呢？在呼吸，在蹦迪，在跟你弟吹牛逼，在骗你哥去吃鸡，在顺你爹打火机。不踩了，不踩了，美女，不踩了。踩。不踩了，不踩了。你不踩我能行吗？不踩，不踩了，不踩了。踩。他们失误。买的套内衣，挺好看的，我也想买一套。你不是不喜欢穿蕾丝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他不识趣，你过来，你跟人家说你到底怕不怕老婆？你怕不怕我？不怕。不怕吧？他不识吧？你服不服？服。赶紧给我扛着炮，我把你的。你别让我起来了。以后家务谁做？我做。以后地谁拖？我拖。以后衣服谁洗？我洗。以后我喝酒管不管我了？不管了。以后我睡沙发怎么样？这个可不行。他不识酒。你下来。他不二十。你上还是我上，老弟？这俩他妈戴草帽看，看不出个眉眼高低。今天他们就是没开前四后班，要不就是反复碾压。哥哥，让一下好吗？让出去，谢谢啊。好。啊？差不二十一。看这是啥？手。这是我的手背。看这是啥？哎呀，脚。这是我的脚背。那你是啥？我是你爹。我是你爹。哎呦我的妈！差不二十二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说从前呢，有一个卖核弹的小女孩，一晚上一个核弹都没卖出去啊。她特别冷，砰一下子她引爆了一个核弹。当时全村的人呢都看着了她奶奶。我今天让你看见你奶奶。哎，我错了。啥玩意儿啊？多少童话啊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差不二十三。谁家他妈拍婚纱照自己呀、啊？我他妈乐意。妈妈。差不二十四。婷婷啊，嗯，我给你200块钱，你买套睡衣穿吧。王成啊，行啊。说要说这200块钱不多，但是足以证明你的心。我就一直跟俺娘家人说，我说王成浩指定不是那卡奥罗的人，我指定能用我行动感化他。你看上没这不吗？不是婷婷，我想让你拿这200块钱赶紧买套睡衣，你晚上睡觉穿上点吧，那像钢丝球似的，太拉人了。你个王八犊子！他的二十五。嗯，考你个问题，这是啥？这块。嗯。鱼翅吗？沙币。他们二十六。干啥呢？馋着兔子上边起来回家干活啊？屁股跟那一嚎干啥呢？婷婷，我难受，我姐我不想回去了。难受啊？嗯。你哪难受啊？婷婷不想亲一口呢？你哪难受？婷婷亲哪哪好？真的假的？真事儿，脑袋疼啊？啊，是脑袋疼不？你把脑袋过来，来，婷婷亲一口。对，我痔疮犯了，那个你亲他呀。操你了！我去。差不二十七。
你想咋的？一大年没回来了，就过个年给我妈扔1000块钱，这家把你给气的那脸都绿了。给你妈扔钱钱咋那么乐呵呢？我妈跟你妈能一样吗？别搁那个放屁，你那是妈，我这不是妈呀。我妈给咱俩经过孩子，给点钱应该的。让我那个王八犊子吃，那咋的？跟爹妈还得换个一边大呗？还你妈给你经过孩子，我妈还给你养大的媳妇呢。我这些年跟你东跑西颠，这点钱我都换不来呗。就你这种人，我用开水都浇不透。关键咱俩现在不没钱吗？没钱，你跟你哥们出去喝酒都有钱呢，你打麻将都有钱呢，搁哪块省出这俩钱来？你跑爹妈身上来算去了。等我有钱，我多给点行吗？等啥时候啊？等他要咽气的时候啊，你跑过来喊爹，你吃点啥？妈，你喝点啥？有用的吗？活着不孝，死了乱叫，叫给谁看？孝不孝天知道，今世不报来世报，你也有老的那一天，你就等着吧。媳妇，我吐了。他跑28。帅哥，能不能麻烦你往旁边坐坐？我把车停进来。哎，这块不能停，你上别的地儿停去吧。怎么不能停呢？这不公共停车位吗？这我家门口只能停我家的车，快走吧你。不是帅哥，我真是有事着急，要是旁边有停车位我也不麻烦你了，你看你就让让呗，我一会儿就走。你有本事你就从我身上压过去，不然快走，别废话了。不是你这小东西，你还挺不讲理的呢啊！长得人模人样的，一开口就是不说人话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成了精做了怪。他跑29。来，松手，动手啊！打我！来，我让他们兄弟们都看看，你是什么军人？平时怎么搁家对我的啊？来，动手！我咋那玩意儿管了？你去学签了？我关不了啊！我全给你录上，我回头告你家庭暴力。关呐、啊！关不了。撒烂蛋！我关不了。我问你一遍，你关不关？谁关？谁小老今天？哎！他30。请问你大爷能不能过了？我咋的了？那我就一个胃肠感冒，化验的时候你怎么问大夫的啊？他还能活吗？你啥意思呀？没意思。行，那我打针的时候来了个实习护士，我本来我就害怕，我让他轻点针。你咋跟人说的？没事干就完了。你啥意思呀？没意思。干啥呀？啊，那走的时候我问那大夫有没有啥忌口的，你咋说的？你把那话茬接过来了啊？想吃点啥吃点啥吧。没几天了，你到底要干啥呀？你啥意思啊？我说的是没几天感冒就好了。